让你跳蚤有什么区别？跳蚤是让它没有跳蚤，在跳蚤身上绝不会有大便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9。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车生活。我们伟大故乡里我们脱离古俗，现代化广式篇章。旅客的各位，请。上午是选择去城的停留，停留是不言放弃的等待。等待是前厅询问的守候，守候是不自拔。从相遇到成，从相遇的过往，终于成为了最好的自己。走过世间一切浮华与尘嚣，总会有人记得。还在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说的岁月静，岁月静好，你是不是很好？让我太无力了。击掌青春，为梦加油。2023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南宁站，欢迎热诚公益的爱心车友加入我们的爱心送考车队。25号南宁广播电视台领取爱心荔枝袋和车贴，承诺高考期间无偿接送考生至考场，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。爱心热线563-1074，助力高考文明出行。1074交通台发出倡议，在路上遇到爱心送考车辆，请主动礼让。本次爱心送考活动，感谢比亚迪汽车、王朝网、南宁各经销商赞助支持。唯一指定驾校南宁龙岗驾校，祝考生高考大吉，金榜题名。104交通台依托南宁交警指挥中心、交通中央厨房，为您全面报道路况。大嘴说路况，大嘴说路况。这个时间点段呢，继续为大家刷新路面上的通行。此刻呢，我们看到南宁区一些路口路段整体通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顺畅的，但要提醒各位。